So, good evening, everybody. Thanks to be here tonight. I hope that you enjoy the fights. And I just want to be thankful about these amazing nights and all these attendance that is really great. And I didn't suppose that in China there were a lot of people that love combat sports and Muay Thai. So I'm really happy about this. And I will let you enjoy the last fight of the night. Thanks. 他说各位信仰的父老乡亲们你们晚上好他代表 YOKKAO 团队呢来到这里和武林风合作也感谢各位能够来观看这场比赛他非常谢谢大家这么喜欢 Muay Thai 就泰拳 他也是将最后今天晚上最棒的最后一场比赛给大家引荐谢谢也希望史蒂芬妮和你的团队能够在中国度过一个美好的行程谢谢谢谢我们大家掌声欢送一下好不好来自意大利的美女观众朋友们下面这场比赛 是近一段时间以来全世界最受关注的一场比赛，但我相信波球也在看这场比赛，因为他需要看这场比赛的结果来决定是否和仪龙对阵。我们有请本场比赛的蓝方 WMCSY 世界王者、WPMF 世界王者、WKN 世界王者，战绩240胜39负4平。 56次 KO 世界王者之一，萧杀狂。掌声欢迎，好不好？下面有请大家非常熟悉的，不是为了证明，而是为了执着。有请武僧一龙。哎，怎么换衣服了？你要求这样的。 不用咋回事儿啊！这是人家要求这样。
登场的是武僧一龙。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拿起手机，把您对运动员想说的话，或者评出本场的拳台英雄，发送至10069588200发短信的朋友，有可能获得我为您送上的精美礼品。一龙对阵潇洒狂，比赛现在开始。 将王争霸赛和南西洋站万众瞩目的一场比赛，这一场男子72公斤的比赛，红方是武僧一龙，他的对手是泰国的四大天王之一萧沙皇。那么萧沙皇今天这个开局来看，是这种挑衅的动作啊、哦，他在泰国是和这个。 沙溢狼啊，包括波球齐名的天王，他越是利用这种挑衅的动作，也说明他的心虚。嗯，一龙就说这场比赛不是我 Q 他，就他 Q 我，我就要向王者挑战。这可是世界级的一流选手，泰拳王，今天武僧一龙在这个擂台当中。 所碰到的最为强劲的对手，武僧一龙，我们在德国聊天的时候他说，我现在有些新的动作，啊，像转型的边拳动作，包括这个飞膝，啊，这都是我要在比赛当中要运用的一些新的技术，让对手防不胜防。尽管我练过咏春，练过上拳。 对吧？这种传统拳法，但是我也想把一些现代搏击的一些技术，在我以后的这个拳台上施展出来。一个前手的四个点击，后手直拳，这是一种躲闪，他不是肖拉狂。我们看他和易容的比赛当中。 他打的非常的这种油滑，啊，他不跟你说正面的完全那种对攻式的打法没有。你看，宋一龙他的出拳完全是打空，老是打空，而我们看肖沙狂的后面的直拳动作，嗯，打拳之后马上一种贴靠，这就是比赛一种经验，一种王者。现在是武僧一龙有劲使不上，就打不着对手。 他距离感控制的非常好，什么叫势力的王者？嗯，低扫动作的力量。现在一龙要改变一些节奏，改变一些节奏。嗯，我们看到香辣黄是用前手拳的点击，嗯。 一个低扫，就是他看到我武僧一龙冲上去用低扫腿。倒计时，还有最后的10秒，第一回合即将结束。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现在观众朋友们看到，这是我们在河南信阳的体育场为您带来的WBF黄宗雄跟大家赛武松一龙和泰拳王肖大豪第二回合的比赛。双方在第一回合比赛里面，武松一龙现在是比分落后，然后在第一回合，看到比分应该是肖大豪是16-0，就双方第二回合。 开局双方都拼得挺凶的，前置加后支啊，肖大狂打的，像这个泰拳手，像肖大狂的这种拳法，我们只能在搏击场上能够见到啊。他怎么能够成为一个泰拳王，就是他的技术的全面性上和比赛的把控能力上。 他这种变化非常的很漂亮的相手摆拳，武松一龙。因为我们采用的这是自由搏击的竞赛规则，不是纯泰式的规则。现在啊，实际肖大狂在比赛里面他采用的也就是一个。 前置加后置加低扫的动作，啊，他真正谈判的内围也没有这种战术的安排，啊。武松一龙当时转身这个后蹬腿，没有打中。你看现在武松一龙就扑上去之后，他左右的这种摆拳虽然有拳法，但是你想真正能够重击对手不容易。 现在武松一龙要把自己的拳拿起来，不要把头完全落暴露在这个这个这个摔的动作，但在我们自由动作当中，主动摔法不允许。武松一龙的前摆拳还是有杀伤的，但后拳能够跟上最好，有连接左拳的动作。 武松一龙在这场比赛里面确实打得很硬，是一种不服输的这种精神在支撑着一龙。要知道，武松一龙今天面对的是世界拳王。 观众朋友们看到是我们在河南信阳国家大带来的万众瞩目的一场焦点战役，武松一龙挑战世界泰拳冠军肖大狂，这是双方的第三回合的比赛。我们看到肖大狂。
看到吴森峰的拼打，打空了对方打反击，哦，在肖大狂现在的他实际在第三回合打到现在来看，这我们看到他是把吴森峰逼出来，然后上钩加后直。 吴森要把自己的头部护好，尽管吴森一龙的抗击打力极强，他面对你要知道你面对的是世界泰拳王，这是肖萨狂，但是我们也看到肖萨狂的这个后手之间的力量，我们当然也看到了吴森一龙抗击打能力，他就完全不付出的这种积极向上的精神，这就是吴森一龙，他的眼光。 透着一种对胜利的渴望，对挑战王者这种信心。因为我们也借着一个这对摔，但是后手才没有跟上。吴森一龙主要是靠着摆拳、前摆加后直的。 动作，但是他没有连续进攻的能力。要知道，一龙这在比赛，要用后手的直拳冲上去打。实际我们也看到肖大狂也不是过去的肖大狂，他的体能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他的拳头的组合也不具过去那么强的这种杀伤力了。这是被一龙所干扰、所破坏的。就武僧一龙这种节奏的变化的打法，实际肖大狂也不是说特别的适应。现在肖大狂体能也是完全的透支，也已经。 彻底透支了，也没体能了。只要武僧一龙坚持，终结对手，要顶住。倒计时还有最后的十秒，最后的十秒。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不管这场比赛的胜负，武僧一龙还是。 敢于挑战高手，敢于面对困难，敢于不停地对自我的一种挑战，因为毕竟这是泰国的高手，世界一流的选手。我们期待着这个比赛的结果，我们也期待着这场比赛结果之后的另外一个重新的开始。 那么这场比赛，它一龙无论是胜是负还是平，那么也为我们下一场比赛做了铺垫，设置了悬念。下面宣布比赛结果。万众期待的一个比赛结果，实际比赛结果的悬念并不复杂。 这应该是这两年以来很多观众朋友们最关注的搏击赛事的比赛结果。一号裁判员，28:29；二号裁判员，28:29；三号裁判员，27:30。比赛结果，蓝方胜，蓝方肖沙狂获胜。 有请颁奖嘉宾信阳国际茶城总经理李建军先生为肖沙狂颁奖。我们也看得出来，这仅仅是比分上的差距，双方的实力也是难分伯仲。感谢颁奖嘉宾。 掌声送给肖沙狂。好的，谢谢，谢谢各位的光临。
感谢 YOKKAO。好的，谢谢信阳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比赛到此结束啊，大家可以退场。好，我们也感谢 YOKKAO，Thank you YOKKAO。好，信阳，再见。